妈长太随便，而且像扁扁嘞。有像扁扁吗？各位观众。六十三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玲玲。好，欢迎来到玲玲小厨房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做妹妹的生日蛋糕。这个图案是这样的。那今天会有妈妈一起陪我做哦。首先要先粉打。那妈妈先来侧面。这有点太小了。不要把蛋黄戳破了。非常顺利，可以几乎现在都非常顺利哦。再来哦，哎呀，有颗破了，没有关系，刚刚这就是一次要分。糖68。68公克，好像要有点久。另外 ，OK， 零头淀粉。OK， 现在正在吐泡泡。装蛋吧。试，放下去。OK。然后现在我们要打蛋。好，预备备，开始。有。好香哦。怎么会好搅？怎么闻起来超大的味道？你看的，我就感觉到。嗯，对，好，我搅了。可以了吧？妈妈，等一下测试蛋白它有没有立起来，千万不要拿我的头来测试，不然我会哭的。你之前就拿我的头来测试。快要了，快好了哦。对，快要了。好香哦，好甜的感觉。充分搅拌，快好了哦。快好了，快好了。再一点点哦。再十秒。地不一样，要先让它们质地有点接近。等一下，可以给我举个棒，举个棒。可以。等等。好，开始加水。
先把它加水，然后我先那个，先加水了吗？那个加水，用水龙头加水了。水龙头，水龙头，让你放下去先让它冲水的。好，等一下了，回来。从下挖下来，挖上来，从下面挖上来。这旁边这个白的，这蛋白，这样子挖，这样子。快好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种就是完美的蛋糕折痕。镜头应该看得到，这是蛋糕的折痕。那就加上纹路了。等一下再用咚咚咚就好。然后在这一边把它刮下来。我很喜欢把东西抹平，色纸也是。这边就要涂一块了，好了，无所谓。把那个刮平。好了，那就不要这些，旁边要擦干净。这是我们打好的蛋糕，我们现在放进烤箱里喽。走。那去睡觉了。睡高高了。睡好30分钟。OK， 30分钟。好，这是过了5分钟后的蛋糕，它已经开始在凝固了，旁边那些渣渣好像已经完全烤熟了。现在是10分钟，这个蛋糕已经碰起来了，它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焦了，之前那个烤箱已经跟我们在一起帮我们烤很多蛋糕过，然后现在换新的了，开心的，之前的烤箱已经老掉了，然后坏了，所以我们就又生了一个新的烤箱。开门，然后拿着这里，拿着上去就可以看到饲料蛋糕。看饲料蛋糕蓬起来了，这样子融化。它已经烤了25分钟了，我们看它怎样。你猜它有没有烤好？它已经裂了，它裂了，它裂掉了，它裂掉了，表面是烤好了，可是裂掉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检查蛋糕有没有熟。然后这个插进去看看，拿起来有没有粘住，没有粘住就是好的。哦。因为要是有粘住，就是代表它里面还有浆糊。再插另外这边，就是插几个看看它。也好像还有一点点黏黏的，这个。嗯。这里再插一个看。其实已经可以了。好。好，我们要把蛋糕拿出来了。3、2、1，破！好，那我们现在要等它凉，先让它休息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做生日蛋糕装饰的鲜奶油，就是猫咪的咖啡色的部分。我想要剪。先弄一下，
可以帮我把它倒进去啊，帮我打这个，嗯，倒进去啊，好，开始，哦，哦，慢慢的，快点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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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柠檬水。来来，你们先吃巧克力口味的，拿去。巧克力奶油。等一下再吃原味的，好吧？巧克力奶油。好，妈妈先把这个拿去冰，等一下我们再来打、okay 哦、打原味的。嗯，等一下你有一只汤匙可以吃。不用我买的巧克力。这个放冰箱。哇，这个都喷到了。那个勾。功夫都喷到那个鲜奶油了，会不会怎样？有谁要吃奶油的？先把蛋糕取下来。旁边的屑屑要弄干净，等下涂鲜奶油才不会刺刺的。你布丁里面要放哪一个？夹在里面的，要放白的还是咖啡？咖啡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咖啡。啊，好想吃肉。布丁好了。好想吃那个这个皮皮。什么皮皮？那个皮皮。皮皮我这次都没有弄起来，因为放在下面就好了。好，布丁。这么难咬，哎呦。被我刺破了。嗯，看哪里，看哪里，这里好了。哇！啊，铺起来。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有没有什么切剩的、啊、没有，今天没有切剩，我今天把它反过来弄就很漂亮、哦、哇，我的奶油真不够了，今天奶油太大手笔了。嗯，这好像是我做最辛苦的家具之一耶。对呀、啊，
要编织，对不对？嗯，好有成就感哦。这个我还以为它会一直摊开，所以呢就把花用铝线绑起来，结果发现我把白胶染在布上，所以它就干了。这是用外面来买的布来做的，这是我做的，这是妹妹做的，这是桌布自己弄的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有家具。它不是要做猫咪吗？怎么没有黄色？用巧克力围画一个猫咪的形状就好了，因为没有色素的，只好这样子。妈妈不然就是那个，你在它上面画一个猫咪的脸和耳朵啊。沙。妈妈，你确定 OK 吗？我也不是很确定，只能拿来看了。今天的蛋糕好重哦，哎，这个怎么挤得进去？然后我的刀子卡住了，是不是？不行，这个是我们能最后一包巧克力鲜奶油，这是要挤那个猫咪的。再来，还有一包白色的游戏给我嘛。耶，给我吃了。好，我要拿糖吃。